1500蚊吸尘机客人，唔惊冚头埋墙。哇，咁就发猫仔都嗌头晕啦。不过如果咁呢，呢部吸尘机客人唔知唔会冚头埋墙，仲唔惊佢跳楼啊？咁犀利，皆因呢部吸尘机装咗超过7个感应器，又有防坠感应器，顶同前面都有数码镜头，加埋智能导航同室内定位系统，识得计划打扫路线，唔怕有甩楼。而且佢仲识得爬上唔高过2厘米嘅嘢，好似地毡咁。吓、啊，咁吸尘能力又点呢？吸纸碎、吸线头多啲嘅话，可能要走两转啦。但最大可以吸到朱古力豆同石春咁大嘅垃圾。叉宝电可以 keep 住吸2个钟，最啱喺1500尺度嘅屋企用。不过佢嘅马力比较细，吸力同清洁度比起一般吸尘机差。垃圾收纳箱 size 又唔系好大噃，而且仲要成7000几蚊部㗎。